你是不是要和我同齐去困？还是讲我伫内底准备好，眠床顶等你啊？李兰啊，请你较注重的，莫害我看见你好不？一句话，我即马答应给你1000万，你马上去把囡仔提掉。从今以后，咱两个一刀两断，互相无相欠。吴冰春，我嘛干那一句话，娶我做细人，其他免讲。李兰啊，1000万你讲嫌无够，你讲。你到底是要挃我这？吴冰春，你开嘴合嘴就是你话计少，未输我是一个高级的趁钱查某同款。我甲你讲啦，我林兰娜真看重我家己，你要我的身躯，我甲你讲，我的身躯是无价。哪要啊？你都要用你后半世人来换。我认婚，我甘愿做你的细姨，因为爱你。我认命，我甘愿得到你的一半，甚至更加少。我甘愿和洪美华同齐分享你。做会思考你啊，林安娜，拄则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叫做天方夜谭。废话免讲啊，你想要得偌济钱？300万有够啊！明春，你若娶我做细姨了后，你只要常常开30000块买礼物送我，我就足欢喜的，唔免开到300万呐。你别笑，想要狮子大开口了。500万是上悬的价钱，你若想要加套，你会连一角银都摕袂着。人伫咧讲吼，这翁阿母若常常咧讲着钱，是伤感情的哦。我就忝的啦，想要来困。你是不是要和我同齐去困？还是讲我伫内底准备好，眠床顶等你啊？李兰啊，请你较注重的，莫害我看见你好无？安娜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，你嘛是一个查某人，查某人无应该来为难查某人。美华伊真可怜，伊跟我身躯边受苦差不多要30年啊，我无希望讲伊阁受到任何的委屈。即嘛只要你肯答应我，莫阁增加我的困扰，增加我的麻烦，我绝对袂亏待你的。冰春，那我嘛甘愿为你受苦30年。只要你愿意娶我做细姨，搁较大的委屈，我嘛会吞你腹肚来啊！林安娜，一句话，我即马答应给你1000万，你马上去把囡仔提掉。从今以后，咱两个一刀两断，互相无相欠。吴冰春，我嘛干那一句话，娶我做细姨，其他免讲。林安娜，1000万你搁嫌无够？你讲，你到底是要挃我这？吴冰春。你开嘴合嘴，就是你话计少，未输我是一个高级的趁钱查某同款。我甲你讲啦，我林兰娜真看重我家己，你要我的身躯，我甲你讲，我的身躯是无价。哪要啊？你都要用你后半世人来换。林兰娜，凭你的条件，恐惊你阁无这个资格做一个高级的趁钱查某。我今晚要给你1000万，你无爱收，恐惊以后你连一暗10万块你都趁袂着。恐惊洪美华较早嘛，干来值这个价少尔。咱借问一下吼，唔知较早你是开偌济钱买转去啊？娘，我不准你侮辱洪美华。美华伊对我上死忠，伊是真心真意，要对我付出。对我来讲，这个世间无任何一个查某人会取代伊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我即马警告你，我的一切力量保护我甲伊两个人的婚姻。林安娜，你若是也唔肯放手。一切效果，你即马上好先想好清楚。吴冰春，我嘛会见恁伫记者招待会上是安怎答应的。只要报道内底囡仔是你的，你一定会负责到底。我即马就等要看你是要安怎负责。林兰啊，你连想想讲恁报道内毋知是啥物人个野种，踏入吴家大门，我即马就用真清楚甲你讲，吴家的大门对你来讲，永远拢是关条条，就算讲你吵死嘛，飞来飞去。我相信事实的真相会支持我，我也相信事实的真相是我最好的武器。任何一道门拢无法度阻挡我，不管是吴家的大门，还是你超人的铁门，咱共管。吴冰春，咱再试看卖。林安娜，你落台上好的时机你已经错过了，今仔我要把楼梯收起来，算讲你要后悔，嘛已经白付啊。吴冰春，后悔的人一定是你。我爱你有的话，
付出最大的代价。对我来讲，已经无叫死啊。那你应该叫啥？应该讲是真心真意、真情付出的主人动作，对吧？我唔知影。无紧，我一定想办法你知影。总是讲。你一定会了解。阿姨，我的嘴唇足干的，会麻烦你哦。啊，我来就好。拄只天明讲要甲你斗相共，是安怎你要拒绝？因为有一挂动作，你若是无拒绝、无阻止，便都会引起一挂无必要的误会。是怕我误会，还是怕伊误会？当然是怕你误会。若是天命误会，我比较好解决啦。安怎解决？直接甲话讲清楚。你有感觉伊咧介意你无？加减感觉会出来。原来你早就感觉到啊！你抓准我是戆人，我是透过伊假做无感觉。那呢？你打算要嫁到什么时阵？嫁到我无多忍受，嫁到我认为应该要把话讲清楚。到时阵我对伊，我讲话讲到真婉转，讲到真水快。我嘛认为，你一定有这个能力去把握。讲遐尼侪话，我的嘴唇真是干。啊，你不是讲？你的喙齿会当叮当，即马突然歹去啊，该爱麻烦你啊。好啦，啊，不过你也答应我，目睭起，赶紧休困。